好的，这介绍完了今天的主场球队先发打去之后呢，今天呢我们的 Oros Game Day， 那非常开心的结合了这个主题日，今天现场呢也特别邀请到的嘉宾呢，就是我们技嘉科技的林英宇总经理，欢迎总经理。欢迎总经理呢，今天呢来到了场中呢，来跟我们的球迷朋友同乐。那也谢谢技嘉科技呢，这一次呢为了我们的活动特别的赞助呢，跟着中兴兄弟呢这次呢一起的来做结合哦。好，那首先呢，总经理今天也特别的来到现场，那是不是也跟我们聊一下，说是什么样的原因呢？因缘际会呢，可以让这一次呢技嘉科技呢跟中兴兄弟在这一次有这个合作联名的机会。各位球迷朋友，大家好，好。你有什么原因你知道吗？是因为从职棒元年到现在，是中信兄弟一直是人气最旺的。是没错，一直是人气最旺的，大家说对不对啊？那我想这个棒球也是九个人的运动，是那跟我们欧罗斯的品牌精神一样 Team up by on， 团队一起来奋战。是，对，所以我们愿意跟中信兄弟站在一起。是的，没错。那我们也希望呢，这个除了这个技嘉科技跟中兴兄弟站在一起外呢，我们也希望呢，所有球迷朋友跟着技嘉科技，跟着中兴兄弟，我们一起站在一起。而且目标，这个我们是有特别有讲的嘛，对不对，总经理？对，我有一句话一定要讲。好，我们预祝中兴兄弟能够三连霸成功。谢谢，谢谢我们总经理，哇，简洁有力。但是我相信呢，对于不管是球员或者是我们的球迷朋友，都会是一个非常大的鼓舞力量哈。好，那我们当然也借由这个，希望我们这个刚才这个总经理的这个美言之后呢，当然接下来就要进行我们今天的开球仪式了哈。好，那这边呢，先将麦克风收给我，来，我们将手套来交给我们的这个总经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介绍了我们今天的这个首先介绍的开球的打者呢，就是我们一样在这次的这个品牌的代言的部分，让我们掌声欢迎打者汪威成。好，再来要欢迎到了捕手呢，也是另外一位代言人，让我们掌声欢迎姜坤宇。好，那我们全场准备好之后，总经理也准备好了，我们就全场一起倒数，三、二、一，请开球。好球，掌声鼓励。是，请总经理呢来到了场中间，跟我们的两位的代言人呢再一次的在场中进行合影。那我们也欢迎我们的技嘉科技，我们的吉祥物小英来到场中间，来，小强帮我牵着他。哦，也欢迎小英呢今天一起来中间哦，因为今天听说是他的初登板哦，有点紧张哦，所以大家呢要陪着我们的小英跟小强，还有我们的总经理，还有我们的所有的选手一起奋战。然后我们一起来看着正前方的镜头，来给我们的媒体朋友捕捉。后面的媒体朋友都 OK 吗 ？OK 的。好，再次呢，谢谢我们的林英宇总经理，谢谢今天特别来到现场为我们开出精彩好球。那也谢谢我们的王威成，还有姜坤宇，谢谢。好，那我们呢接下来呢，我们等一下呢，精彩比赛就即将开始了，也请大家呢热情的、大声的为中信兄弟加油喝彩，谢谢。你今天投票了吗？总总奖人气投票，记得帮中信兄弟 YouTube 频道投下宝贵的一票哦。